说起高尔基，有书君相信爱读书的同学们一定不陌生。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学过他的文章，比如说海燕那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，不知道成为了多少年轻人用来给自己打鸡血的口头禅。马克西姆·高尔基是苏联文学的奠基人，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。高尔基自幼父母双亡，小小年纪便不得已在社会上流浪，历经磨难无数，但和大家一样，高尔基也是个爱读书的好孩子。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，他始终不忘读书学习，而早年丰富的人生阅历更为他的写作积累了素材，终于使他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大作家。今天有书君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中的第一部《童年》。这本《童年》实际上就是高尔基从四岁到十岁期间真实的生活经历。书中主人公阿廖沙的现实原型也就是高尔基自己。阿廖沙从小就是一个苦命的孩子，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去世了，安葬完父亲，他便和母亲投奔到了外祖父家。尽管父亲的去世给这对孤儿寡母带来了致命的打击，但想到今后将能和自己喜欢的外祖母一起生活，年幼的阿廖沙对未来的生活还是满怀憧憬。阿廖沙之所以这么喜欢外祖母，是因为外祖母库琳娜·伊凡诺夫娜不但善良仁爱，而且无论生活多么艰苦，她始终热爱生活。她能歌善舞，会讲各种民间故事。无数个寒冷孤独的夜晚，小小的阿廖沙就是在外祖母娓娓动听的故事中度过的。她弓着背，几乎有点驼，身体很胖，可跑起来却轻便灵活，活像一只大猫咪，浑身柔软的也像这种可爱的小动物。高尔基在书中这样描述外祖母，但阿廖沙的外公和舅舅们却是与外婆完全不一样的人。外祖父自私贪婪且脾气暴躁，喜欢用鞭子打人。童年的阿廖沙还是个好奇少年，为此闯下了不少祸事。有一次几乎被外祖父打到了晕死过去，生病卧床了好些天。外公的冷酷无情让他在这个家里觉得孤单又没有安全感。除此之外，阿廖沙和母亲的到来更是让两个舅舅寝食难安。为了尽快争夺家产和阿廖沙的妈妈曾经的嫁妆，兄弟两人经常是大打出手，家里的气氛几乎每天也都很紧张。可怜的阿廖沙就这样怀揣着惴惴不安的心情，总是警惕着周围的一切。幸好他还有外祖母，为了帮助阿廖沙免于挨打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帮他打掩护。但面对专制残暴的外祖父，他的保护和劝说常常并不奏效。但此时有一个人却总会为年幼的阿廖沙挺身而出，那就是小茨刚。小茨刚原本是个弃婴，小时候被外祖母收养，长大后呢，成为了外祖父的雇工。他机智灵敏，在阿廖沙挨打的时候，他会立即护住小阿廖沙，为他挡住外公的鞭子。然而好人并不长命，阿廖沙两个无恶不作的舅舅总是抓紧一切机会来剥夺小茨刚。有一次他们让小茨刚把沉重的十字架架到坟地，小茨刚年纪轻轻，身体又瘦弱，哪里经得起如此重压，最终脊背给十字架压断了，一命呜呼。哎，看到这里啊，有书君真是忍不住感叹，又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啊。如果说善良的小茨刚曾给阿廖沙的童年带来了友谊和欢乐，那么他的死再次让年幼的阿廖沙陷入了痛苦与孤独之中。但好事的到来让他的童年又重新变得美好。这位好事是外祖父家的房客，他致力于投身科学，沉迷于各种实验当中，除了阿廖沙鲜少与人接触。因为过于神秘，周围的人呢并不理解和接纳他。但实际上好事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青年，对生活有透彻的理解。他还教导阿廖沙要读书写字，观察生活。可以说外祖母小茨刚、好事这些人极大的慰藉了童年时期的阿廖沙。但悲剧的生活依然没有停止上演。为了从外祖父家逃离，阿廖沙的母亲嫁给了一个年轻的男人，并很快生下了一个男孩。新的婚姻并没有让他脱离苦海，反而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在新生婴儿病逝后，阿廖沙的母亲也撒手人寰了。十几岁的阿廖沙就这样成为了无父无母的孤儿。很快外祖父也破产了，葬完了母亲后，自身难保的外祖父跟小阿廖沙摊牌了。喂，列克谢，你不是奖章，不能总挂在我的脖子上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，去吧，你到人间去赚钱糊口吧。
就在十岁那一天，阿廖沙去了人间，独自踏上了艰辛的谋生之路。虽然这一唯一的避难所已经没有了，但有书君相信，只要心怀希望，阿廖沙一定可以绝境逢生。高尔基曾经这样说自己的这本《童年》：我不是在讲我自己，而是在讲一些令人窒息的、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。小说通过外祖父一家的生活经历的描写，反映了整个旧俄时代的社会缩影。或许这就是这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吧。微信搜索有书快看，或者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有书共读 APP， 那里会有更多有趣、有料、有内涵的视频等着你来看哦。